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江苏卫视和昆尚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决常德战的比赛现场。下面进行的是68公斤综合格斗的比赛，红方是中国选手中华虎杨建平，南方选手是日本的上山知晓。比赛马上开始。跳，比赛开始，上来就是一个飞踢。上山知晓啊，真是竞技状态非常的好，没有见过这样的直接飞腿的。好，杨建平直接进入定远带，起来了。哇，这个小断头，断头，又断腿，又断腿，有了。看能不能翻过去，如果说是翻过去，可能就要睡着了。好，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现在通过短暂的治疗以后，又站了起来。这腿部不给上山知晓一个机会，大家看到开局的非常的快。双方在一轮的对拼，然后杨建平后手拳击中上山知晓，随即在杨建平把上山知晓呢掀翻在地，双方在缠斗的过程当中，来看到这是最后的一个断头，断头，断头台，长三面没发现，好，还是助理三面先看着了。这场比赛是非常的精彩。飞机断头台非常的果断，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1分06秒断头锁降服获胜，红方胜。江华先生、赛事总监托尼全先生、中搜集团总裁陈佩、昆仑决联合创始人宏泰基金的创始人盛希泰先生共同为建平颁奖。现场作为奖励，中搜集团为建平准备了100万奖金。